柚子和虎妮来到现代办手机卡，顺带报名跆拳道兴趣班。古南城带着虎妮和柚子来到苏浩家楼下。苏浩哥哥下来接咱们吗？得叫叔叔才对。嗯，他让我叫哥哥，说他还年轻。那是他不要脸。嗯，什么哥哥？再说你老黄瓜刷绿漆装嫩，还让人家小娃娃叫你哥哥。苏浩哥，这是我们老家寄过来的坚果山珍，听杨阿姨说你喜欢吃核桃，就多带了点核桃送给你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给你们钱吧。不，这是你应得的，钱包给我看看。古南城接过钱包，仔细查看里面的东西。东西都很齐全，用你的身份证帮他们去开一张手机卡，然后带他们去润贵超市的五楼去报名跆拳道。家里要是跟东西我帮你拿上去，你回来用卡开门就行，我去打游戏了。古南城跟几人挥了挥手就进去了。嗯，办电话卡，手机给我看看，最好不是老人机。是的，手机没网，我们得加群才能知道上课的时间。上车，我带你们去开卡。虎妮看着价格3-4千、6-7千的手机，原来我们那个1000多的手机真的没啥了不起的。苏浩一进来就让销售人员拿最多流量、月租最少的卡。柚子一进来就看到墙上的手机配件，他走近一看，什么手机前膜后膜、手机壳、充电宝等等。看到充电宝前面的卡片写着能储电，他惊喜地拿着充电宝走到苏浩面前。苏浩哥，这个充电宝能存多少电？用多久啊？最多一个小时，而且这玩意容易坏，这放在柜台里当赠品送的充电宝能有多好用？都是些便宜货。柚子失望地放了回去。母亲前一段时间去旅游，买了几个大容量的充电宝，主要那玩意还是用太阳能充电的，现在也就是放在角落里落灰的命运，要不拿个来当回礼。办好手机卡后，苏浩装上卡，帮着注册了聊天 APP， 名字就写上了小柚仔，互相加了好友，又教柚子和虎妮怎样聊天。完事后带着虎妮和柚子来到润贵超市五楼报名跆拳道兴趣班。柚子和虎妮填完报名表交给老师。新学生都得买服装，每个星期2节课，晚上5点到8点之间的一个半小时，然后自己加群决定哪天过来上课，发个照片，一旦上过课就不能退学费了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柚子把数好的10张100块钱递到老师手里，约定好后天的上课时间，拿过白底黑领的套装加腰带就走了。事都办好了，今晚有人约哥哥去蹦迪，我得回去打扮一下。嗯，蹦迪？是啊，大好青年就得熬最长的夜，蹦最野的迪。苏浩哥哥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们想去逛一下超市。苏浩哥哥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这地这么硬，得怎么蹦啊？还得熬长夜去蹦。柚子挑了件粉橘厚棉衣给虎妮，长度到虎妮膝盖，袖子是宽松的，打完折才72块钱。哇，哥真好看，就这件了。兄妹俩走到服装区的一个摆台前，看着那花花绿绿无人问津的花布衣服都挪不动眼。哦，哥真好看，可不可以把棉服退了给我买一套？这个这大花布可是俺们过年的时候供销社也很难抢到的布料啊，更别说这是做成品的套装。买棉服也不用退，咱拿一些回家卖吧，一样价钱，要不都拿大人的，然后回去让大伯娘帮忙改一下。兄妹俩拿了10套大人的，一套小孩的，总共花了380多，拿着打包好的2个大袋子去超市里买东西。俺忘了跟你说，季姐姐要买5包螺蛳粉，她好可怜呐，经常都吃不上一口热饭，她煮的清汤寡水，葛婆婆直接开水涮菜。季之清也是个狠人呐，这螺蛳粉也贵，咱仔细帮他找找有什么能替代的没。兄妹俩拿了几盒马油和几瓶洗发水，又买了2罐特价奶粉和一些零食，留着过年当零嘴，就往素食区去找给季之清的东西。哥，要不咱们买点糕点代替螺蛳粉吧，这现烤出来的面饼10块钱就挺大一袋的，再买几个透明的小塑料罐子卖给季之清，1块钱奶粉让他搭配着喝也行，咱就买2袋螺蛳粉，再买一些面饼。兄妹俩买完就去结账，结完账就往杨阿姨蔬菜店赶去。柚子，你们回来了？办年货呀，买这么多东西。我等你们快半个小时了，我表叔让我带一个充电宝给你们，还是个太阳能的。啥叫太阳能？太阳也能充电吗？就是这个地方有太阳的时候，把它面向太阳，它就能自动的储电，这容量挺大的，充饱一次能充10来次手机呢。哇，这贵不贵呀？苏浩哥也太费心了。他说给你们的回礼，你就拿着，反正这东西放着没人用。
苏浩哥哥太客气了，要不我们抓只家里养的鸡给他补补吧，他这大晚上的还得去蹦迪，太辛苦了。你知道蹦迪是什么意思吗？锄地呀，这里地这么硬，得先蹦烂了再用锄头挖。蹦迪是这样的，算了，这里没有氛围感，下次我让我表叔带咱们去。三人又说了一会，柚子和虎妮就告辞回家了。